自政府放宽疫情管制之后，有不少港人都趁机广宴亲朋，大搞婚礼。近日有富豪御医之称的谢德富拉仔 Ryan 和老婆 Venus 就搞婚宴，同时庆祝外女 Stacy 一岁生日，场面好热闹。谢德富阿仔婚宴当然有不少名流，富商霍震霆的前妻朱玲玲和老公罗康瑞现身，贵气十足。另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亦都有亮相婚宴，可以见婚宴真是星光熠熠。